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棋局呢是2017金立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一盘主将战。是由华泰证券江苏队的主将童梦辰六段对阵河南队的主将赫赫有名的李世石九段。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李世石，韩国曾经都是第一位的啊。对，目前排名第三。对，他之前他的都是非常风云人物。那么在我们围甲当中，他现在是我们河南队的主力。您是河南人哈。对，现在那个他对童梦辰，童梦辰这个也都是，应该是江苏队江苏的的，啊。对。现在也是打上主力了，现在都主将位了，对，已应经该是。是主将，应该是啊。好，我们来看看这盘棋，好吧？这盘棋是童梦辰童梦辰黑棋，星位，对，然后小目，小目，对，然后这个大飞手脚，普通，他守了个单关角，单关角，然后那边挂这个，挂一个小飞，小飞，普通，是吧？然后对，这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常见型，然后挂这个，对，这也是普通，是吧？是的，哎，然后这个，两个人你看一样，是吧？一样，下了一上样，面那个两个，对，看起下了来这个很一像样的。的。然后呢，下面就黑棋啊，再从这儿，这是一个一间反家，一间反家，或者说是非常常见或者经典的一个定式，尖一个。这个都不陌生啊，这个下法不那么陌生，连扳，打吃，征调，这个下过多次，但只是这个不同，这个有时候是小飞手脚居多，啊，现在这个受最近的潮流都是大飞或者高二都是居多，这个都不说，差不了太多。现在呢，白棋怎么选择的问题，作为李世石啊，李世石他选的是这个，先走了一个星位。开拆了一开下，拆了一个，他也没拆这面，先拆这个。他是不是觉得黑棋拆过来太大他也许怕你逼住对，他，他逼怕住逼住他，拆一个应该也没问题。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呢，他也没往这儿选，他是走的这个三三，走三三，这个应该说坏棋是个说不出来，这只是个选择问题。你如果拆这面或者补这个，或者尖三三都有，他是可能啊，我觉得他怕你有这个之后啊，以后撞上去啊，什么等等啊，下法他可能怕那一类的下法，比如碰上来等等啊。横靠哎，是对吧？对，现这在一类的。哎，对对，没有尖三三的时候怕横靠，但现在这个都不说，他尖三三的应该也没成，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后面白棋怎么选，很有意思，他实战是走了一个这个尖一个，看着挺俗。这好像这招一般是不太用的，就是只能是在一间反夹的时候尖完了唬住。他是尖，你总是要打，对对。吧？他在搬，对，你这个棋呢，退一个，实战就这么交换了。这两招是俗，如果单靠他不会靠单退，如果单靠他可能会搬，再虎他有可能扇上去。白棋就是李世石怕的是那招。如果是单靠搬了被扇上去啊，他是担心那个棋。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比如说这样，哎，对对对对，他是怕这个。拍上去，怕这个，所以他说先俗的尖一下，来看着不起眼，是一个很俗手，至少是少了一个劫财，对吧？这个棋是懒得下的，这个棋走了这个之后，那个地方他算交换着了，看着很俗，但是他为了什么呢？为了你防你今后那个中间那个打入，对，加强了这个联络，哎，他走了那个之后，他算那面算安定了，然后他就选这面了。再选这边，选哪个呢？他走了一个点呢，他是走了这个，靠一个，这个点呢，这是以前可能没在，大家可能不经意没有注意他这个点，就觉得什么大飞脚，哎，在这个地方靠，直接就四路靠上去了。对，这个靠他也很有讲究，很不错，很有意思啊。如果你退，如果你往后退，往这边走，哎，不是脚尖，那么你退在这里的话，这个。哎，往前退在这退一儿，对，哎，他这个棋呢，就是说，白棋就跳一跳，也就是说啊，这个棋啊，黑棋没什么便宜，
就算等于原来你的无忧角，我兼冲那么个走法，对不对？哎，等于这样是吧？跳一个，跳一个，等于我你小飞我兼冲这样差不多。这样白棋就算，最近流行的都是兼冲，这样也没有也不错，还引征了以后慢慢啊。没错。这个就不说了。那黑棋呢，多半实战他没有退，实战走什么呢？实战呢，他是走的一个反击，他是走的搬起来，搬一个，搬，多数可能会选这个搬。对，搬呢，白棋就按它的既定方针呢，就搬下来。然后黑棋呢，这个棋呢，总是从心情上总是要把它打掉，对吧？打掉之后，白棋也来了一个断吃，对，断吃，我提，对吧？抓了，争，这个棋呢，争呢是争不掉。实际上，那个棋在那个地方长啊，黑棋是可以跑的，那。同盟城奇怪，在想说你争不掉，你争他干嘛呀？他我就要跑啊！好，这一跑呢，白棋来了个什么呢？白棋他早有预案，早有预案。他说你跑，我也是跑，对不对？你打实战啊，我也打，天，有意思了。那么我也是跑，你不是争不掉我吗？那好，我再来跑，还敢打吗？如果。这个棋我们就再往前摆啊，如果他再往前打，那我再打。哎，对，再打。那你也得跑啊。那他就这各提一个都不亏啊，都我提三个，你提三个，大家比着损呢、啊。我再跑，那我还跑。对、啊。那看谁吃，你再来，我再打。你现在不能尝了，再尝那边就争不掉了。那边这跑出来，这次真的争不掉。对你再来的话，那我就真跑了。你这个我这你个这就可着我就跑了，再打我拐出。但是，就你觉得反正两边都是争子，但是白棋跑出来了比黑棋跑出来的管用啊，关键是。这就是一个比谁损得多，大家都损，反正我损一下是不好看，你也损，这个呢就对等了，就扯平了。对。这个棋呢，这李世石选用了这一招，就比着来损这个争子。走到这个时候啊，童梦征一看，哎，一看，原来这样啊，这不行啊，不行，他就大家比着损，他就没有再往下走了。再走就刚才我们那个图啊，就越延续，反正早晚你得有收手的一次。对，哎，你看都各看谁损得多，再往下损呢，就可能童梦征要损得多了。他到这个时候，他选这个就让了。他走这个了，回头了。因为再走的那再就真正拧着头互相争了，大家关键在于就是白棋跑出来比黑棋跑出来要严厉，他跑出来之后上面那几个黑子啊都是要受影响的。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个构思还是很好的。白棋这个从这个靠这个引征啊，就是他对这个是有了预计的这个准备，或者他对这个形状他有这个感觉，他这么下的他有他的道理的。对，他这么一走呢，互相这一争呢，他成功了。看着争不掉，但是他硬走呢，拿他没招，他那个预案还是有道理的啊。是的。那现在黑棋就让完之后呢，他走了虎一个，虎了一个。这个棋啊。虎一个是这个有点那个什么了，这个被这个他整糊涂了。这个棋啊，你觉得他这虎一个小了是吗？这连两个这个棋啊，虎一个被他拐一个，要的他应该贴。哦，这底下这两个字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你这个呢，给了、这不重要，给了这个没了，给他算了。这就给他了，然后白棋、黑棋或者走这或者走这个，这都给了，这个黑棋再走别的就行了。哦，或者直接一点，就直接把这个长出来。这个小了。对，那边已经见小了。哎，你已经都把我都抱着这个就不要了，这两个字已经精华已尽了，就不要再去纠缠这两了，就不应该再走了。所以他这个虎一个，其实还要这两个。有点失大局了。这个你看，你虎了一个被人以后一打，你再粘这个棋都不成样了，你这个棋不是什么棋筋了。对，哎，这里的虎错了，你不能指望还要攻击人家那个长的那四弯四那几个子。对，这个虎有点过于留恋这两个了，这个虎应该压。对，他是虎了一个，
这个棋呢被白棋这个时候打，你就没法打劫了，这只能粘上算他的。然后又被人家拐了，然后被他拐了一个，这拐太大了。这个拐是个要点，光芒万丈。我觉得这拐你要搬他就搬。这个棋呢，你这个被他拐一个是个头，特别重要。摁进去了，因为你这儿再搬了长完之后，被这一逼，这个棋有可能活起来很累了。这个变大了，这一走变大了。这人家逼过来，这活起来有点辛苦，活去了。对对对对，很辛苦。所以那个差役啊，也相当大了。所以他被拐了之后还去抢这个，他又怕被人家逼过来。对对对，被抢了这个，抢这个被他这一扳呢，有点讨厌。摁进去了。摁进去了，对，你如果断呢，被这个这都很难过，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有点难过。是吧？这有点难过，所以被他这个扳一个，又把他头给摁下去了。嗯。哎，这个像这种关键的摁头啊，嗯，这个挺重要的。嗯，就是说。李世石这个地方他很那个很厉害，这个地方他这方就这种敏感度比较就是很强的地方，搬他这个跳一个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吧，搬一个是吧，黑棋跳啊，黑棋跳一个没有办法，这个这被他把头摁下来了，摁下来之后好，这个地方算便宜了，嗯，定型了，他这个也跑出来了，这个地方他是损了，但是这个对等一下呢，他还算好，嗯，他就是弃子了，他是弃子呢，争胜不掉，他来一个这样，把损失减小，是的，啊，他来一个这个，长一个，这本来也很巨大，如果被黑棋打进去的话，长一个他就还拽着。就想那个废物利用吧，就是不是废子再利用一下，怎么这卷你吃了，他就要外面了。就说李世石这个利用死子的能力特别强。哦，他表这个他下的特别擅长，他这个这下的挺好啊。是，他也没有去吃两个，他还不愿意单吃两个，搬一个还继续。对，继续。你要吃了我再包一下，那当然他合适了啊。他是跳的，是吧？跳的，对，爬，这个爬一个，这个李世石啊。这个地方就是硬着卷着，就是等于废子利用，他这么硬着卷着，这种地方下得挺好，嗯啊，在下面呢，就是说，我觉得又是个关键的地方了。接下来您觉得黑棋他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必须要长，必须要往前长，必须长，对，这个长不长是长是个要点，嗯，长呢，首先你断打出来没有用。你黑棋白棋从这儿打没有用，争子也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用。下面你长嘛，我就粘上也没啥。嗯，这儿有打，这儿有打，你这个棋白棋就得去收拾。哦，就看白棋怎么下。白棋你的破碎伤和你的收拾，看你怎么走。这样的话，你的利用就特别少。你冲断打拐打的，人家拐下这个争子还是黑棋，争不掉黑棋。嗯。必须要长，长你爬我就跟着长，一直长。那先把白棋先不让他头抬起来。哎，对，这个是特别重要，这是关键的一步。嗯，这个长一个的话，这全局啊，嗯，你说白棋一定好很难说，不一定。不一定。或者说白棋有什么特别的招，下面怎么走，往哪个方向走，搞不清。其实我本来觉得白棋把那个跑出来还可以，嗯，但是好像这个局面一定说优势也谈不上。这样如果长在这里，我倒觉得也很难下，很难讲，这个需要高超的水平才能控把局面给给你怎么样来扯平，或者怎么样来脱离这个困境，我觉得也不容易。这个棋啊，你要怎么收拾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你是往哪边爬呢，还是飞啊？怎么走？现在我找不准方向了。嗯。但是实战这一手，我们看是没有长。实战我们看实战的棋啊，童梦成犯了个错误，他走什么了？他双了一个。双了一个。这个棋看似是个要点，是双板凳总是没问题。对。但是不如长，差很多。嗯。现在白棋来了，抓住机会。搬，贴着气。连扳一口气都不松的，对这个棋啊特别的厉害。为什么？现在你如果稍不小心，这就马上就叫吃了，就打死了，打死了。这接下来只要这样，这样，这不就死了吗？对，一口气就闷死了，你根本就别想动。你不能松气，对，不能松气，你不能啊！你说好，
我从这面打了一个贴下，啪就给打死了。从这面 动不了。叫吃都是紧着气呢。这个棋就有点儿不知道走什么了。哎，这个棋不敢随便动硬，对不对？打了力，这一抠就死了。那么走什么？他只能搬上搬，面，对，他我被人粘粘上。上了，长。而且这个长不长的话，假如你虎被他连啪啪连扳，这都是空。这好像这白棋的空也围得太大了如点果儿，你虎在这儿啪啪连扳都再贴，可不那吗？这个地方都是变成空了。而且那边黑棋围不起来了，已而且它是贴着你的气，随时还要占你的便宜。经。这一长呢，和刚才那个长不同了。刚才如果不双单长，那个棋都没事儿，冲断什么征子都是黑棋有利。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长了之后被他摁了一头，现在他还不拉倒，断一个，这还紧着气呢。你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你走这别的，我这抠打一抠就没了，只有这个。哎，他是那个什么了？长，长，对，长，对，贴，接起来，对，现在白要被棋。蒸掉了，所以它要拐对，你下要去，单扳被他蒸掉了，拐一个好。你一长，我那一压，嘟嘟嘟压下去也受不了。你的两头忙着，你不能长被我压住了，所以呢，黑棋也只能拐这个。然后再搬，搬这个你也难受，这不是一冲就对，没了吗？你要吃这个，我上面还来一下，这补上了，不舒服，他怎么没办？办法，他就先打吃一下。哦，这样，对，这样先打这个就不要打了，因为这个棋呢本来，他有可能打那儿哎，对，所以呢这个棋他就补粘上回这个，去，对，这样棋，但是他还是以后还有个搬一个搬一先个还手，先手。所以白棋中央其实很厚。中央算挺厚的，这样的话就是说，黑白棋啊，把你这三颗黑子给留在外面了。你呢，对，我虽然是要往外逃，但是把你那个也拽在外面。黑棋白棋这个呢也算厚了。总的来说，白棋这个时候形势我觉得不错，我也觉得它是。就是一个关键的，就这个没有长，刚才没长是对，吧？没有长。这个头被他连扳扳起来，这底下全成空了。对了，本来不一定是空的，对，至少你本来如果说你从底下爬过去的话，即使这一溜你全部围上，这也才30目不到，对不啊，到30目。是，但现在撑起来还往这边全过来了，这横向发展过来，那他得跳啊，不跳上面被过来了，也顶不是，住。对，那个上面过来也，顶不住太大了，这个，他是，所以他对，跳一跳这个，跳这个呢，他这个先手，这个棋呢，基本上还挺厚。这里有先手，这里有打先手，所以呢，这个棋不是很薄，也很还是很强，就是说你对它形成不了大的攻势。好，现在白棋呢，这个点也很好，对呀，也是很诱人的，是的，非常诱人，不让把黑巨棋在大，这里边非常大的一步棋，所以老是让白棋走上诱人的一步大棋，轮他下老是给他一个很舒服的。所以这个棋前面有问题，肯定是没下对，这一般的来往前推理的话，都是前面可能哪个地方，从理论上说是有点问题肯定下对，了，哎，有个地什么方地方是没下好？没下好，哎，要下对了，不至于让给人家他这老么给顺他风舒顺服水的，啊，哎，什人么家东西下都的是送很到舒他服，舒服的位置上是的，了，哎，这个棋呢，哎，我们往下看，这黑棋呢，这个地方比较薄了，看怎么样攻白棋了。黑棋飞一个。对，这个棋该用点劲儿了，这个往这儿飞过来那是不得了啊！现在所以呢，白棋得防守一下。白棋小尖，哎，防一个对的，防了这个棋呢，你再飞呢，它打或者什么，这里你也薄是吧？这个挺好，白然棋后再防一下，飞一下，飞一下，因为对，它这个棋形呢，黑棋本身是有些缺陷，比如有说缺人陷，家虎的之类的，对，这个所以它自己回棋防一下，白棋其实黑棋的形也很薄，白棋这个地方也有点薄，这个地方呢就是这是拼力量的时候对。了，哎，看谁怎么处理这个中央的厚薄的关系，怎么样啊？怎么定型特别重要，哎。这个时候白棋呢，我觉得最很关键啊，这个又是关键地方，关键的地方，这个其地实方白棋如果说在这儿加一个，您觉得大吗？大，非常大，我也觉得肖老挺师大非常大，非常大，
但不知道走哪，可能这一带不就是有点。不不不不，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分一很要紧的。个。哦。这个地方走一个呢，不是往下走，走在这个地方是它的腰眼上。嗯，下一步我往这个地方一走，靠一个，不，白起啊，白起，我再你要不脱险，我再靠一个，对，靠的它不会动了就就行。是已经让你不舒服了。你敢冲？如果你敢冲，敢知道吗？我哇，就有可能把你，对，就有可能那个什看，么，就有这种可能性，嗯，就有这种可能性，是吧？嗯。这够狠，哎，这样的话就这种手段，马上就有可能。那真狠的话，可以考虑哎，换一个，就是这样，比较就狠这的。招，哎，你上狠贴的，这个，我往那儿贴。啊，这种就是有这样的下面的手段。嗯，这黑棋好像真不见得行。这两个如果真被切下来，那就不用下了，棋太不是，大其实当时这个不挂或者单断也可以。哎，了，啊，这个地方就是对。黑棋，就是形状已经崩掉了。对，我觉得白棋应该单是断，可单以断，想单点断招就法，可以。就把它给断开就哎，行这个了。不要挂，我那更狠，就是单断就即可。断这个这个也是可以，吧？这个也可以。嗯，就是这种手段，就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击垮。嗯，哎，你要你这击个溃它棋的，都不知道。粘上的话直接贴出对去，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直黑接棋怎么连这一类的手段都有可能上。啊？哎，这种手段就下一步直接就有可能一下子就出击了。他所以黑棋走什么？我估计你防守啊，就是最就普没什么招的话，你可能也只能如此。哦，那太愉快了！哎，如果能就走到一下，那就已经很高兴你要了。不走走什么？走别的，我马上就来那一手。你除非你有特别的什么招数，我那两招其实挺那个什么的，对，让他很难对付。就马上他就不知道拿什么来对付我了。嗯，你走这个之后啊，就交换一手，哪怕交换一手，我再走别的，都不一样了。以后我这个地方就有个靠了，多一个靠。嗯，嗯。交换一手，逼差多迫了，他防一手，这两个一交换，这个子啊，以后就有作用了。而且含着这个靠，等等，我们哪怕脱先都好，对，所以这个要紧的地方，腰眼上再点他一下，嗯，所以这个是，这个我跟邱老师都一样，就要走这个，一定要走这个关键，对，他没有走吗？他是他走，没走这个，嗯。他没有走，实际上失去了这个关键的地方。对，这一带谁先动这手个是李很世重石没有走呢，稍微差一点，要的。但是他可能忽略了，他形势觉得不错了。对，的确，从这一路噔噔噔噔，已经让他占了不少便宜了，下得很顺利，很就顺利。觉得如果再紧来，再来一下，那就是等于是乘胜追击了。对，哎，他可但能这实个际时候，上白棋啊，他没有飞这个，那么他到底下什么了呢？对，我们给大家留点悬念悬啊，念。接下来怎么下这棋，这样的局面应该怎么处理？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好，待会儿见。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2017金立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四轮的一盘主将战，由李世石对阵童梦成。啊，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好，到这儿，就是黑棋飞了一黑个棋啊，飞。刘老师的意见呢说白棋要在这儿先飞对，他一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先来要他一下，要他一个断点，然后黑棋补了之后再走别的都好，那个地方要点先占，己所。如果白棋走这个，黑棋那个中间呢，你的怎么补啊，就有点难受。现在呢，李世石可能觉得形势不错，他呢，走的什么呢？他可能有点保守，他走的尖顶了一尖下，顶。对，这个尖顶的确很大，对，尖顶呢，一般黑棋总是要长。是的，哎，这个棋呢，这个棋它尖呢，还是防你是吧？它是在这儿是吧？长了一长一个，个，还防你打入呢，或者至少是防你飞，二对，路飞就是先手。白棋尖完之后，这个棋呢，它也没有去跳，也没去尖，它是打一个。这两个手段呢，它是又要把那个补上，又要瞄着你这一块的这个。那个死活问题，还有加强你一下这个，这个呢，因为他觉得你黑棋粘上之后，这块棋啊，你总是还眼位还没有确切或者怎么样啊，这个也不小，当然是吧哈。这个下法呢，
我觉得这个打还是应该走一下这个，应该先走一下，还是应该走一下，走一下白棋不会不理，我觉得不会粘上，粘上被他靠断了。那么现在打了之后，黑棋走什么？靠一个，靠一个，这里他要动手了，因为你这个没有走啊，在他现在动手啊是有道理的，有可能，因为现在啊，这个地方，假如说白棋搬吧，搬一个，假如搬，那么这个时候黑棋也可能反搬，搬底下，对，搬底下，对，有可能。这个好像出棋觉得很容易，不，这个棋让你怎么应？你打那边被他打穿这个了，对啊，那你要虎也不行啊，你粘上被他下面活了，所以呢，这个你会有点难过。我不知道一怎么应，对，好像这一般上班这被人家下班就觉得这挺难受的，确实，的确是这样，所以实战白棋是往上长了一个，这个也是那个什么吧，也是要这么下的，因为。走别的，这个长是个要点。其实这个长了还算好，我认为啊，这个算作战来说啊，还算都在筋上。这个白棋长呢，这个黑棋的找的这个要点还不好找。我自己觉得是不是这个点是不是靠一个都是有可能？靠在这儿啊？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我如果往回走啊，如果不靠在这儿，靠在这里，你靠在这儿吗？哎，邱老师，你走什么？靠在这儿。如果说我长，您是不是又靠下去？对，靠下去。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走，那我就夹进来了。那好像很容易活，看起来。就有这种可能性了。是吧？看着活棋应该比较容易。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是说，这种地方在这个靠下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你如果我靠在这里啊，你要搬的话。我就断了，有可能断，您断一个，断这个了，在这儿，就这一类的棋，这个的反而里面，折腾起来，反正好折腾，所以说白棋应该先动手。现在我们看、啊，先下手为强，先下手为强，这个是以后再走啊，来不及了，那个两个再交换不到了，一靠，白棋这个棋长，这个我觉得还算好，李世石能长在这个地方，黑棋那个形状啊，看似要分开，实际上啊。有缺陷，没错。你如果贴被他搬过，你顶他被他长，也都有形状不是很好。对他自己本来这本身你的形状也没有下太好。对，那走什么呢？他先断了一下，试一下硬手，看看白棋是怎么个硬法。他是打这个还是打这个？对。或者说你还是怎么走？因为你要先顶他长啊，这个棋啊还不好联络。不好联络。因为你尖还有尖断的问题，先走这个，现在断让白棋有点为难，他如果这么竖下来的话，里面有点利用，他干这个单断了，他干脆就算了，干脆就征掉算了，打一个，打掉。虽然你说有那个，有一个，但是你这个断，说实话还是有点损，还是有损的可能，确实，他然后他顶出来了，对对对对，因为他这断着一下还是不一样，对。他长这个是吧？是的。长这个，长这个时候他跑一下。他要确保他这一下是先手，这个是先手，这儿就两。他才那个什么。但是这个棋啊，你也很难过，就是说白黑棋也很，你走什么？你说走这个，这个地方还是有洼，还是有洼。其实我是觉得他是不是小尖一个好一点。哎，小尖一个，但是。小尖一个啊，尖这个好一点，但是还有个毛病，还有个这个，但对这边反正总是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好像想要很安全的联络是没有，对他其实这个联络都很别扭，这黑棋啊他不找不出一个就很好的联络方法，非常舒服的联络的手段，那现在被他一长，他跑了一下打吃，实际上这个有点损，看着都舍不得走的，对，那么黑棋再打入，先找别的，因为他这个地方联络稍微有点别扭，他连不好，他在那儿先找个头绪，横连竖连都没连好，那个地方先看看你怎么走，看看你怎么办，这个地方好打入他飞的，是吧？那个地方啊，真的是有点
有一些这个未知的。其实他打这个的话，第一杆是打那个，打的往右边去一哎，路对是对吧？对，右边一路打那个。其实这个棋形觉得白棋也不是很厚，但是问题在于黑棋也薄，黑就那棋块棋也是属现于一种在就不是安定缠的在一状起态了，缠在一起了。黑棋也薄，不薄，白棋就是双方都是未知的，都不厚，都没有决定的那个什么。这个地方就看力量。如果你打那个的话，他也许压一个，也有可能。这个真的是一个，哎，如果打这个，你说现在我要是主要，我第一杆是在这儿，打这个。打这个的话，白棋肯哎，定不会看让他你，搬了，你如果立下来，他完全往贴就上了，切下来，最多跟你转换哎，两对对棋对是对，吧？那但好像这他吃的宽多了，他可能贴看这起个，来，哎，就是贴那个，这个棋呢，就是打这个呢，是多数可能如果会压想的话，到，他就搬，哎，对，那挺合搬适他搬这个，那么他实战呢就打在这面，的，打这面比较狠，打这个比较狠，他就是想，打这个，哎，对对对。那你他是要飞的，他靠到被他长反而不好，他飞一对，个，对，那他要尖一个，是吧？这个地方变化有点复杂，然后黑棋要真要能的全体白棋薄，这个地方看看怎么走了。很混乱，白棋靠一个，对，李世石选的这个靠，他下得够强吗？这靠呢，你架不住，你要搬我就退，你要不走，我这白棋搬进来了，是的，这个地方。又是让你选择的地方啊，走什么呢？是现在大的地方很多，总而言之都很混乱，看起来，哎，对。那么他实战是长了一长点，的其实我觉得是对的，长了之后啊，先看你怎么走，要把这个首先不能让你搬下来之后，这个两个吃起来都不容易啊，吃就累了，然后中间先给你破了，现在它。走上这个，马上这个两个子要被他割下来也不得了。现在白棋，小杰，这小尖呢，他这个走这个尖的比较多，像五子棋似的。挺但是好，呢，他这个棋啊是个联络的形状，对，你要是直接给他隔断了也不容易。再一个呢，现在你如果你黑棋愣要是活的话，就算活了的话，白棋腾出手来，比如说黑棋最俗的是这个，是吧？压一个，压一个，那么大概是这个棋啊，压的话，它可能会这样，我想，把这个先冲掉。哎，对，也有可能会退，也有可能，那就还是一团混乱。这退完了，这儿有个尖了几段，啊，这个又乱了，然后这儿还有什么尖啊、哎，挤对，啊大之家类的，拼了，拼作战了，全都是需哎，要这计个算的。棋真的是拼作战，你可能，这个是的确也有。走在单这个，挤一单个挤一黑个，棋，对，的确有，它粘上可能，粘上。它没来得及虎嘛，就算没来得及啊，这但是这个也复杂了，这真的是有搞不清的地方了，这真搞不清楚了，这个又是复杂化了，对，好，我们这个地方作战不说白棋一定赢啊，但是这个地方啊，黑棋也没有把握，这个要经过算，但是呢，我自己觉得白的赢的这个概率可能高。你就觉是得还是有白可能，棋哎，你要战斗有战利一斗些的是吧？话，对，现在呢，黑棋等于他没有直接在那个想出什么招数，在对。那马上走，没有马上走的，说明他这个地方他还没有考虑到他没有算清，至算少是，清一定成功的是一的，个参考图，他走的什么呢？他并了一个吧，并了一个，他转手在这面，这样不走的话，被白棋补一手都那两个子又死回去，太大了，对，是吧？现在黑白棋，这两个子肯定得处理啊，但不能全死进去了，那也太对，大如果了，都吃进去，那还是可以的。是啊，对，白棋走什么呢？白棋哇。挖，做了个解，这个棋呢，有点意思了。这个棋就是说。你如果去粘上，被我砰砰一打，我那两个就算死了，我也死得其所了。你如果一粘，啪一打，这么隔开，那外面那两个死就给了。现在这个变成打劫了，虎，踢掉，提掉，先提一下，
把这个先冲了，冲一个，这是在劫财，省得你待会就别，这我没冲着被不，你夹这了，算白起的，这个算白起，他把这个小心被他夹了提一一会下。儿，对呀，这个也很大呀。跑一个，这现成我的这劫个财。劫，虽然说在他控里，但是不管怎么说，算是不损的劫，不损的劫，但是白起的心情也好，总是能抓着啊。他提劫，白白起找棋劫。这个，白棋在中间补一个，补了这个缺陷，其实也隐隐约有断啊，但是我这一走呢就没断了。这个棋呢看的实际上是不小，关键是不走的话，这一飞啊，这个棋都没活。对，主要是这块棋的生这死棋问我题。白棋一飞，这个都没活。那从这个意义上角度，这两颗有点失败，好像有点失败。如果你在那儿就两个没有什么特别手段，被这一走补上了，先手补上了，你去挡了一个，这白我这两个一交换，先手又把它补上，这个棋就死进去，有可能白棋就黑棋这个不成功啊，哎他提是吧？对，然后他再跑是吧？反正他这个就再劫来一下，财了，那再提，提一个。哇这个棋那该白棋找劫了，白对，棋。找哪个劫呢？立一个，是吗？他他，冲了一下，哦，这是个劫，对，这是劫。提掉，哎，再来跑一一下，个，哇，这都打劫。那白棋这还有这一个劫，是，是吧？白棋还可以再找一个劫，他立了一个立了向一个，上，找立着。立的时候不理的话，是一跳是没活还是怎么着啊？他好像是，是。这白棋来一个这，哦，不理的话这一长。尝一个是吧？就走这个他胡打的地方，可能他活起来累了，这个可能是要点对长，对对，他先打一下，那么现在提，提，白黑棋一怒之下把他给抓了，干脆你跟打什么呀？干脆就这我样先把那个抓了再抓了，说这吧。怒一下，对，看你这儿敢不敢给我哎，对打对生对对，死劫，这劫就打大了。那就打吧，刚才那劫其实打赢了黑棋也不好意思接上，好像。对。白棋再打，你再打，这反正走了还是劫，干脆先提了。对，白棋再打，白棋飞一飞一个，啊，虎走这个，个。那来再扇这个打劫了吧？对，他是从这儿扇的，他不是这样断进去打劫的。好，这个劫也不得了，越提，打越重了。这个然后冲一个，冲一个，那得走，那再再提，提，再立，是对，吗？立一个。哇，这又是这，反正不太，既然损了，也不叫损了，这个反正已经下成已这经样这了，样了，就对，当劫财就就完这样了。吧。是然的，后白棋也狠了吧，走打这个了，吃，打吃，他提，提再一个，提，这这一个看没劫棋财他了，粘上了粘吧？回去，看你敢不敢断进来跟我这个时候就走的他们走的就玩的很大了。现在这个棋白棋那个地方怎么收拾？你打这个劫吗？不。他是先他先这断个了一狠，下，那这个棋他冲的时候啊，这个棋他不是提，他也没必要提，他是这个。现在劫啊，都大家用的劫财都用光了，现踢在掉他粘上，反而没劫了。如果你粘这个，假如说这样，来一个这个，你提，我这儿还有一枚劫财。没错，这个你粘上我这个提，你受不了。你提这个，我提那个。就我什么劫我都不要了，就是说你如果提我一提啊，你这个不是劫，我把那个抓了，对，是吧？假如说这样，提，对，是这个，这你被抓掉肯定受不了。随便你在哪什么地方搁两个，搁两个，这上面你不能说把人家全吃了吧？我先把提掉，先闭上眼睛把你提掉，回头一对，贴就打行得你这个有点不舒服。了。你最多就这两个嘛，这两个没什么了不起，只吃那一半两儿，个，这两个不行，这这不俩被行，他抓了不行，这两个也不行，被他抓了，这好像什么劫财都没有这不个能被大，抓，所以这个棋，你也不能粘上这就已经不成样了。这个劫人家小多，人家不虎，人家不，是那，粘上不粘上他可以粘这个，你提他还有冲什么之对类啊，就说这儿都有劫财了，的，什么断都是劫财，我觉得，都那个就有点那个什么，粘上太就这不是。能这么打，心不情不行，对了，所以这个棋他来一个狠的，就是我一枚劫财，给你玩大的，就是说我就算准了，我就一枚给你解决，
就下成这样的时候，黑棋他不敢粘了，粘上这个劫，他就靠这枚劫财就行对，他怎么办呢？了。他是最后他想了半天没有粘上，他走什么？粘这个也是被他抓，也是没有劫。他是这下。他这个，哦，他来了个这个，打一个粘上，他迂断，回了，迂回了，他等于是弃了这个，都要瞄这个了，把他啪抓这个。那这个抓你没得办法呀。这其实这个黑棋就已经那个什么了，已经这底下已经全不是死他被他这个刚才就一枚爆，他一枚劫财给他爆掉，他没有办法，最后他想不出招了，干脆来这个迂回断在这里，断这里呢，你这个棋你只能提这个，没有劫了，对啊。这都不是劫了，提劫，对吧？他把那个爆掉了。因为这个劫，你即使能提回来，人家一打吃也是个连环劫，啊，对对所对。以也不行，最多他就损这一下，就让你哦，不接能，回去。他也不损，他不能损那个。他就断吃，他提，不，他没劫，关键那一没，关键他的提也提不回来。没有一枚劫，他关键没有那一枚劫了，他把这个抓了。他现在把这个抓掉了，对，这四个这都死个那个抓掉太痛快了，了。这样是就是说黑棋啊，这个地方损的很多，都被黑白棋吃掉了，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个了，吃它，吃它，必这须不吃。吃是肯定不行，不必行须了，吃，已必须经。吃了。这个如果不吃，那就这个棋就没出了。你前面全部失败了，空也没法数了。那个两个也死了，这个也死了，那你这还有说都什么？死进去只有把这个吃掉，了。而且要全吃，吃一半都不够。怎么办？白棋虎一个。虎一个，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死活问题了。就那要点在进生去也死，是好像是第一杆，第一杆就得往腰眼上点。但是点的时候，白棋不是粘，白棋打一个，这个很狡猾。这个棋啊，让黑棋，不，他是打的吧？他是先，他先搬了一先下，搬了一个。先刺了一下，然后再贴了一个，对对对，他先刺了先一个，对，刺，刺一个好棋。这个这个没法冲防，断不行，这个没法抵挡啊，只能粘上。然后再一贴，哦，对，你如果一吃，他一打一提，他一靠。也是活了，他多一个刺，他这中间还有眼，那就往外走吧。是，哎，他是走他并先的，搬了一下，啊，搬啊，那是先手啊，对对对对然后对对对对，再并在这并在这儿，这么要全吃我，对，如果你挡，那他点在这里要死，是吗？这也需要一定的活棋功力啊，这也不是谁都能活的。这，哎，这个棋，哦。如果你挡，我尖在这里。假如说挡的我话，尖在这儿，尖这个。走这个的话，他万一活了，那对，就小尖哎，呗，对对，是吧？小尖，对。就这样。哎，这样来杀你，对，有可能吧？是啊，也没看到白棋有明显的活路啊。这样杀你，对。明确的活路没有看到，你这个，这不行，我就使出这种很过的招了。哦，这样哈。对，反正我就一门心思要杀就完必了，须要杀，不杀就完了。对，那么他们的实战呢很有意思了，看看他们的啊实战，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对杀的这个什么，并一个，并一现个，在。他走的什么？白棋打吃，打吃，对，打吃一个，在这个地方如果看你怎么应，如果你提了被他这一挡，真活了。如果你提在这里，被他一挡活了，这个多了一个子了，对，他的多眼一就个做出来了，子，哎，这就活了。你贴看，一个就活了吧，对，就活了。你提这个，这一贴，你尖，我这一就随便补一个就活了，长一个也活了，是吧？那现在其那实就，黑棋如果说真要杀的话，是不是可以想点办法，比如说单尖一个之类的，这样。哦，这样哈，这样。这样您觉得有希望杀掉他吗？好像，我看这个棋走什么啊？那他这个长一个是不是就他先是手他还好像还是啊？哎，不又是这跑招，出来这个，还是跑这招。对对对对对，跑这招好像就已经很难抵挡，又这个棋就不太难好以抵杀，挡。不太好杀。这个棋啊，真的说是要硬杀它还不容易。
确实，这不容易杀掉。不太容易。你比如说这个棋，你走这个啊，我白棋的话，这个棋往什么地方走？假如我先说这个，我先我挡你怎么破我眼？挡我那肯定得穿进去，哎，对，插进去。穿进去被一贴就不行了，是吗？我就，对，假如这样，这好像是难以杀掉，那这样吗？打这个，哎，打这个，对，这打只这有个，打打吃这吗？个，好对，像。哎，对，打这个，我提这个，提一个，对，那我就把这个抓了。对，我是搬这个，搬一个我先提，单提，哎，对，单提，这样，对，哎，这单提，这好这像样的话，有点希望嘛，看起来。好像也没事情，就是说，好像你也是要活的。您就把这个团打掉，然后哎，做对一对，个就行了，好像是也没做活，一个活对对对，怎么也不容易杀，的，这也杀不掉杀这不掉，棋，啊，本身就杀不掉，这好像杀不掉。对。我怎么觉得活的方法有点多啊？您觉得它很容易活是吗？意对，思所是，以这个棋黑棋，他是走的这个黑吧？棋如果说单穿怎么样？您觉得？单穿他也是这个。也是这招，那也没什么招，这马要跑出来，这怎么弄啊？然后再贴，对对对对还是对，单提不吧？不不，你提掉单提，提单掉，提比较好。这样是不是有点希望？看有起点希望。你如果走这个，他走这个，这倒有可能杀我。来，这他弯一个就活那了。他有可能杀你。他有断，哎，对，哎，真是，这个就有可能杀。确实，哎，但是这个棋我们看实战，这个他不是这么走的，他是走的这个，走这个。这个拉回来，拉这个，他挖。是的，如果你这个吃这个，吃这个，黑棋吃这个，黑棋打他吃，会提先提一下，他先提掉，哎，这个就随时都能提到，是提吧？掉。你如拉果的。吃这个，把它抓掉，把这个吃掉，那个给白棋，黑棋不够，还不够，哎，不够，所以说他这个吃他也放弃了，他要全吃。这个时候他是选择的全吃，他走什么？他走这个。打吃，粘上，接对，上，他粘住，粘上，粘。然后他还跑了一下先，他这个棋对跑这个的，时候先跑，走了一个妙手，他这个跑先好棋。你必须走这个，对吧？打吃，我粘上，长，哎，我是长的，对。对。这个棋，他好棋，大家看啊，我走这个，你必须粘。对，他这一断呢，你来杀我的话。只有一条路，你这个吃是不行的，对不对？一吃我就要吃，再提我一就要吃，你不能粘了，对吧？一粘我这一家就死了。跳加一下就行哎，了，对。那么你走别的被我这一提就活了。对，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只能断一个。只能断这个，我挡这个，你还只有一条路走这个。现在呢，白棋，它有一个这个棋。他拐一个，把这串发现拐你死，看啊，特别 逃的，不掉。特别的狠，特别的妙。这这个个字怎么能棋差一黑点？棋好像没有别的招了，只有它，对不对？下面这个棋黑棋很奇怪死掉了。这个是不行的，一吃我一叫吃，你一提，再一叫再吃。吃这个就哎，对行对对对，你吃这个我一吃，你提我一叫吃呢，没了。黑棋就完了，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提单提，假如你单提，现在黑棋提掉，单提是吧？对，我粘这个，他一打吃，你打吃，他回从这儿再对，有吃，这个棋，挺巧的，你一提它就能够返回来，这个棋很有意思，直接就把它给办了，直接全部。就是说，黑棋没有办法了，不但自己让白棋活了，还自己死掉了。他就挡在这儿，这棋，这棋，这黑棋就没办法了，所以就投了了，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直白的李世石是中盘战胜了童梦辰，我觉得他前面这靠的这个手法还是下得挺漂亮的，值得大家学习。对。好，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